ますよ。不要跟他打，因为他起来也是。可是他真的打的很好，而且他
反拍脚真的用起来的话，看很难打。你底下反拍给你滑拍一个，给你杀一个对角，不要那么怕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他就一直杀的，他脚过度一捆，你看他给阿妈站在后面，他绝对不会动。哦哇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用力啊，你就过度给他一个拐，一个长度，一个长度。